忍耐当忍耐也当成功，是你们成全万倍好缺陷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十五节，上帝智慧的言语，值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，一段段的背诵。你们中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从那后赐予众人，也不是责任的神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受一点不疑惑，定为那疑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要想走出哪里干什么？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十五节，上帝智慧的言语，记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，一段段的背诵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智慧的言语，记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，一段段的背诵。心怀怀疑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卑微的必须升高，就该洗了，富足的酒杯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了，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没有就像没了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十五节，上帝智慧的言语，记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，一段段的背诵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摔惨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不胜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是贪人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给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就什么再来，这句长城就生出死来。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奖杯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上帝之外的言语，记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，一段段的背诵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摔惨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